事情是这样的，美女房客为了奖励我帮她洗袜子，说非要请我吃饭，但在商场里我却遇到了她。文文，好久不见啊，这么巧在这遇到你。景浩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哦，我跟我朋友吃个饭。朋友？是女朋友吧？哎，没，还没到那一步呢。那我还没吃饭呢，你能不能带我去吃饭？啊，这啊。琪琪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那个她是圆圆的闺蜜，之前也在我这里住过一段时间，然后现在可能就要离开一段时间，这样。哎，你好，我是金涛的新房客。天哪，这个局怎么被我整得这么尴尬呀？那个，我先去趟洗手间啊。啊，哦。金涛，现在房间空调里面，能不能坐你旁边啊？我不是空调冷，我给你借个毛毯不就好了？不用，在你旁边就不会冷了。啊？我这……这我待会怎么跟琪琪解释啊？他为什么坐在你旁边啊？文文说就是这边空调有点冷，然后就嗯。那我也要坐你旁边。啊？不是，哎，不是我这我怎么吃饭呀、啊？